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我今天回来了。我们今天吃的啥嘞？就是在网购头买的那个新疆炒米粉，就是中辣的。然后今天煮这个是特辣的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吃过的。搞一口。这就是特辣吗？嗦一口面呢？哦，米粉。哇，这一口啥子都有。哇，我被征服啊！我真的被征服啊！这味道太好。这个鸡爪真的很肥，就是要吃这种鸡爪才香。最后再吃一个鸡爪，真的好吃。